今天的拜狗炮戏 ，No mercy， 耶！我好像开场早了一秒，对不对？我早了一秒，对不对？好啦，那今天呢，我们的来宾的第一 part 就来跟我们一起同乐啦。事不宜迟，我们赶快介绍，欢迎我们的南港陈意涵小葵。好，我们的小葵呢是目标游乐场，现在还有在跑游乐场在夹娃娃吗？有，还有在跑，还是有转到线上去夹。我还以为你是想说热潮过了你就不会去夹了。还在玩，还在玩。哦，真的是最热情的那一种。好啦，那个这个介绍词我真的不好意思念。看那个字幕，我说头不管几天怎样，都是香的。哎，对，是是你要延续上一次上六探的节目的话题。是没是不是？马上被镜头遮住了。等一下，等一下，哪里没有最？头不管几天没洗都是香的少女特质。干嘛呢？你耳就耳，不要吐口水。哎，我刚一进来的时候，然后被你看到，他想，哎，这是谁啊？然后说陈意涵，然后说，哦，对了。最会做表面功夫的人，你知道麦卡贝就是他了，好不好？那我也认了啦。好了，欢迎我们小葵，欢迎欢迎。小葵应该是第二次上我们节目了，第一次上的时候是在那个内湖三星的时候，对，因为那个是我们一个礼拜那边的那个啊，那一次来还切菜，然后还切到手，那个手的伤势有没有比较好一点？有，缝完回来之后特别灵活，还真的去缝哦。啊，那这一次小葵来呢，难得啦哈，那今天的阵容也比较不一样，因为今天我们有一位那个固定班底阿 B 他去比赛了，所以旁边换成这位长得比较。帅的那个，我都不知道讲讲会不会得罪人啊。那我们的 Tommy 叔叔啊， Hello， 叔叔已经变成叔叔了吗？叔叔就免了吧，大家都叫你 Tommy 叔叔啊。没有，那是因为那个辈分的关系。哦，辈分是不是？因为现在观众年龄层都偏低嘛，跟你大概差一个辈分。因为从世代开始那个实力的那个差距。哦，你是说实力的差距？所以大家都会尊称。不是年龄的差距。是吗？我以为你们三个的年纪差不多哎。没有啊，其实我们年纪我最小啊。你八十啊？不是里面最老的吗？我都结婚有一个孩子了，是是第二胎准备十八岁也可以结婚，十八岁也可以生小孩啊。是啦，哦，他应该还好了，还好了。啊，我们继续介绍，继续下一位。你要说什么？不好说。这边我就不好说啊，这民国六开头的就只有旁边而已啊。我七字头的。你七字头？什么七字头？七字头？没有没有，房价七字头。我真的七字头？房价七字头啊！我真的七字头了，我发誓。哦，我说七字头？1977的吧？我发誓，你发誓，我发誓，1977拿出来。我民国七十几年生的，哦，七十几，反正我七字头的，跟七字差很多，反正我七字头，七字头，哎，你们知道太太很年轻哎，对啊，就平常太太这样叫，其实太太很年轻，对啊，其实我才17，莫名其妙，其他被你把他抓走，现在快12点了，把他抓走，其他被我们好，我们这个沙发怪怪，坐上来大家讲话都不太老实，对啊，这个沙发是怎样坐上去，大家就会。说谎，大家开始就比较社会化一点。身材17还是说，你好过分哦！17身材很好，好不好？可是你知道基隆东曾经在那个……哎，不要乱介绍，基隆贺军翔，又贺军翔了，差不多。好，继续。好，那个我们聊天室有在帮我们用吗？正在用啊！哈，好，麻烦一下啊！啊，你不是曾经说公开欣赏，说你有欣赏他，公开说你有欣赏他，不错。你当时不只是这样讲哦，不要跟我都不太能讲。他到底说了什么？没有啦，他就说他很欣赏你这样子。那够，不要跟我结婚没差。可是你们电玩展不是有碰到面吗？有碰到集市吧，我也忘了。有，然后他直接抱着小孩，然后说来叫妈妈。你好过分，傻眼。小大兵啊，我一个女朋友很像哦，可以样子很像，可以请警察把你抓走，到处乱认妈妈，你知道嗎？也还好啊，他已经有5、6个妈妈，我知道过年比较多红包给你。他在电玩展的时候带着他儿子坐在那个退群的摊位那边啊，然后就看到一个女实况主来，就是每一个都叫妈妈，你好像只有谁不是叫妈妈？看到大男学说妈，恰恰快跑啊，哥哥。年少来了，年少来了，很坏耶！他很喜欢，他很喜欢阿卡，你怎么这样？我不知道，我知道我儿子可以看到他年少来的放鞭炮，都捂耳朵。
超过分的，是谁还要放鞭炮？我不知道。看这节目吧，不要急我。小心哦，人家可是会看的，好不好？排队提告了。是不是？我讲到，那个，因为小葵虽然是第二次来，但是还是有人可能对你比较陌生，因为我们的观众是比较偏向于那个看流动群，对，流动的，不流动，听到观众太强，是不是？不晃会晃到地上那个流动，我们观众都很哈口，我们年纪都还。又要回去提年纪，要提得罪多少人？会有一小众，它就是一个固定的对的。好，所以各位哥哥姐姐好，我是小葵。我要怎么跟你形容？我要怎么跟你形容格斗圈的格斗游戏圈呢？就像是你夹娃娃圈，我很难理解。嗯，你们夹娃娃圈有一群夹娃娃圈的人，你知道吗？其实没有夹娃娃圈，就剩我一个啊，就我一个、啊。娃娃圈解散了，是不是？没有圈啊，那个真的很有一个圈子，你知道吗？我一开始以为。就是到底怎么会有人那么傻傻会去弄？因为你知道，恰恰也常跑游乐场。对，我去跑游乐场，但我其实我不太夹娃娃。我觉得怎么会有那么笨，会花钱去夹那种东西？你看恰恰是哦，恰恰就你哦，你叫恰恰，他叫恰恰，为什么？他有游戏名称叫 Tony 恰恰 ，Tony 恰恰。好，就这么简单的游戏名字。然后没有，重点是我儿子也叫恰恰，我就叫就我的名字是这样。那我给我儿子的名字就是小名叫恰恰。嗯，对，那不重点。所以你是在游乐场很会夹娃娃喽。我会在日本夹，但我不会在台湾的游乐场。你会尼加拉瓜瀑布式夹法吗？啊，我跟你讲，那个我没有。我在那边就是解释一下，那个机台哦，通常它都是摆那种快要集齐的食品，然后在100元可以玩2到3次。所以说，它那个随便整箱都给你也没关系，因为它就是一个。佛放的机台，那你也是够贱的。日本都是给那佛放的机台，台湾都是给那高级的产品的，比如说什么手表啊、iPad 啊。可是台湾那个永远都是你知道那顽皮豹摇摇欲坠在洞口，那不可能碰得到的啦、我今天有看到一个最新的，就是在厕所里面放一台脚娃娃机，然后里面是面纸。然后投10块，说全台最低，保证夹得到。屁呀、啊，真的假的？然后卫生纸就是你坐在马桶在厕所里面呢、欸，真的就是你马桶对面是一台夹娃娃机、啊，然后它就是夹那个一包一包的那种小面子，然后它写保证全台最低，一定夹得到。好像没人在看厕所，就你一个，你就直接伸进去这样拿不到，他可能想说，万一有人上厕所没有卫生纸，就投10块去夹了。不是啊，真的有。一般是太无聊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你在玩了吧？商机耶！我看一天有多少忘记带卫生纸，谁要在里面夹啦？好恶心！如果你真的没卫生纸，不是啊，但如果是公开，然后如果有湿纸巾，那我就是去夹那个湿纸巾，这样感觉比较掐牙，你知道，拿出来哦，湿的，湿的擦比较干净，比较干净，对，湿的比较舒服，好像。我说你有一个，不是啊，我你就已经很急了，然后还要在那边哦，看着真的很还好哎。啊，那我应该是让你一定夹得到，不然在台湾，不然怎么在台湾？在哪里啊？那都没有零钱怎么办？我脸书我这有，万一只有100块怎么办？身上刚好只剩1000块，不能第一次就夹到，我因为啊，不行啊，人家都要哦，加油，你快要可以擦到屁股了，好烂哦，真的，加油，你快可以擦到屁股了，好烂哦，我觉得这不错啊，这个有需求啊。这有需求，这个我觉得有市场，这有市场，我有市场，我觉得有市场，你要不要去投资一下？我觉得可以，可以考虑一下。那个资本也不高。我觉得等到你夹到卫生纸都已经干了，你也不用擦了吧？不穿一穿，差不多。为什么我们今天节目开场话题没20分钟往屎尿屁去了？啊，那个这个要说一下，就是其实小葵从快打四代就有在玩了哦，你们知道吗？我靠，真的假的？那他也是老玩家了。有哎，对，其实我有玩。我没记错，百人斩。对，那我主持啊，我没有展，真的，百人展，不是啦，什么啦？啊，你百人展，我当然接这个，不然我要接什么？小象百人展，小象的那个，对，他是上 PS4，然后输给那个石油王嘛，哦，不是，威力，他是上一代的石油王，哦，上一代的石油，上一代，你参加，没有，那我是主持，我主持，你知道。什么我家？我说那个产地，就是玻璃城啊。没有啊，那个不是施良子吗？哦，好了，啊对，施良子这样子，是是是，玻璃城，对，不是玻璃城，玻璃屋，感觉怪怪的。随便啦，反正那个时候就是小葵有主持，然后在那之前好像跟皮皮吗？也有一起玩的。对对对，会一起玩快打。你们有一阵子实况玩快打的时候，是不是还有好几个人一起？但是那阵子收视率很低迷。Rico 还有谁啊？那时候 Rico 还有吉祥，是不是啊？吉祥是后来吧，吉祥后来才有一起玩。那时候就大家一起去团购大窑、啊，然后买那种最便宜的。哦、oh. ，然后开始玩卡卡卡，然后最后就放弃了，因为发现就是还是有难度。啊，那当然。就我们只能，就是你知道有个极限在，就是从最烂然后练到这边，然后再上去的话可能要大概3个月以上的时间。对啊，你要花很多时间。到底是用摇杆还是用手把？摇杆。那你不会摇摇的时候想要夹它吗？夹什么？娃娃。那个时候还没有手把。
怎么没有收起来？夹子怎么没有夹起来？是不是？我说怎么没有夹起来？够北七好啦，总而言之呢，所以后来那后来出快打五有去摸吗？只有在有时候活动上有玩哦，活动上快打五，有时候会有一些现场舞台活动啊，有稍微摸一下。不过他们都是给手那个手，因为电脑版的话，他接那个手把，手把，然后我就不太会用，就啊欠赛篮，然后噗。我记得你是不是前一阵子有一次活动，他还遇到洛克胖？那有哦，他几乎每一次都来，几乎、哦。因为洛克胖是快打界的，你是没有，你是全民的那个什么国民泰坦嘛，对不对？他是修哥，我记得修哥我老公。你知道没？你知道以后没人会自称修哥哦。国民泰不是这样吗？国民泰坦修哥，你也说笑，我是让你笑的，他笑到受不了，笑到不好意思在这嘴巴。你知道不？你知道吗？我知道，把他让我笑到这，我开始想笑了。这个有好笑，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心情有一种更莫名的那种那种亢奋，幽默优越感。等一下，我终于拉成功了，我开始笑了。我终于有一次能笑了。然后那一次好像是什么活动 ，NVIDIA 还是 Intel？ 是真的啦，其实不止哦 ，NVIDIA、Intel， 然后还有各式各样，只要有快打旋风这四个字出来，然后旁边就会站一个洛克胖。没有，你错了错了，其实有时候没有快打旋风，旁边也会有洛克胖。没错，我刚不是讲有修克在，是有洛克胖，不是就这样吗？没有，人家阿胖也是会挑的，好不好？阿胖是洛克胖是这样，就是我们常讲是格斗旅人，他会全台湾哪里有比赛，我们常讲哪里有比赛哪里就有洛克胖，然后后面下一句就是哪里有修克。有那就有洛克胖，对，我觉得是真的。我以为他是为了快打而来，原来是为了修哥。有人笑我笑，我不能讲吗？算了，要讲吗？看你啊，随便啊，反正得罪人的是你，又每个人心中有一把尺，你自己很凉，你自己很凉，你这样讲的就会害人家说，你这样问一个清楚好不好？好啦，避免金融动作再得罪人，还是先跳过这个话题好了。那五代自己还没有买嘛，对不对？我没有买五代，我只有买那个四代。那最近有看过比赛吗？最近或者是上一次台湾的那个一年一次的那个大赛，也没有看到。没关系，那就是今天晚上可以看。对，今天我们一整个节目内容其实有一大部分的时间是在介绍国外的比赛。嗯，那因为我们有一位是之前的固定班底，就是小象。那另外一位是现在的固定班底是阿 B， 两位刚好去美国，还有石油王。有那个五谷石油王，他去美国参加比赛，那我们今天会有一个赛事回顾，这样子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看比赛。原本这个位置是台湾大概前三强在做的，真的假的？真的，所以前三强出过比赛之后，第四、第五递补一下。第四、第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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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吗？对，第四、第五。没有，我说四代。无所谓啊，反正五代打赢我的也没几个啊。对啊，你知道他前阵子还输给尬 JJ 吗？我用一春讲废话哦，一定要把他拉出来，然后就说要退出快打界。不要，这些蛮厉害的嘛。哎，这些是真的蛮厉害的。不过也还好，因为我那时候一春玩2天3天，然后打完那天不是那个打出这些用一春吗？很好。从那一天开始，隔天我再也没玩过一春，放弃那个角色。其实我发现我真的蛮容易玻璃心的。那天因为练一春练3天。打出这次我觉得好难过，然后那天不是在讲说打那个阿 B， 任何遇到连说长好难过，我又连续3天不玩电动，你真的最玻璃的那一种哎，你真的最玻璃的那一种传染。我记得小葵好像玩四代是玩一吹，对啊，他也是玩一吹，对，我也是玩一吹。对，原来那个眼神看我，真假好巧。他很喜欢在节目上面用眼神意淫女来宾，意淫个老头。所以你就知道，每次叶子他讲话，叶子都不想笑，都是臭脸之类的。还好吧，刚刚叶子不小心什么人都意淫了，什么人都有讲过，我就不敢对他讲，跟他讲他都这样给我，我眼睛就翻到后面去，我怎么跟他讲？我跟你讲，在这个世界唯一能制得住他的就只有叶子。我觉得叶子可以治得住非常多的。其实我真的很纳闷，他为什么我不懂？你知道他侮辱我童年生，我不懂为什么要扯这个？爱上为什么他没有爱上你？这有什么关系？不要扯这个。那你去户政事务所排队啊？就那天生的全部出来，每个都爱到哦。这么有道理哦？是吗？有道理哦。好了，那我们今天让我们现在要来回顾的 Final Round 的20呢，是上礼拜美国卡普空举办的，应该说卡普空协办的第一场。白金赛事，那小象跟石油王都有前往参加，虽然说最后的名次没有到非常前面的哈，不过这边有提到，就是说小象在赛后有提到说他这次换了新的摇杆，
过去比赛、嗯，那发现在现场使用发现没有说非常的顺手这样子。他主要是讲他换静音的摇按键、嗯，然后因为现场是做 side by side， 就是做旁边的对战感应台。我懂、嗯、我懂。然后他说现场很吵，根本听不到游戏声音，所以他听不到自己按钮的节奏。哎对 对, 對，然后影响到他整个、哦。他其实讲话是蛮斯文的，就像是其实像玩 low 一样，嗯、就是像那个张家航，他玩输了都会怪别人，他甚至很多游戏怪不了别人，他怪老板。我不是意思啊！你今天真的很兴奋哎、欸，对啊，打算得罪所有的，对啊，我马上我敢不能讲话，不要。哦，他今天带兵三个，有没有吃药啊 ？Mimi， 他刚 Mimi， 他有没有吃药？有没有叫他带药出门？他刚吃了药就变这个样子哦，应该快好了吧？吃错药，吃错药，对对，哦，吃错药。这个时间应该是美国的早上嘛，对不对？哎，他应该没那么早起来了。在那边嘴啊，你才睡不着。这个感冒就什么事都会忘，都会做错事，你知道吗？他前几天他老婆在脸书上面发文，就说陈先生你那个，这可以讲吗？那个脸书上面看奇怪的直播忘了关就睡着，然后被他老婆看到。就看了什么？就直播，但是内容不好说。那还好吧？我要看，撕一下。就是干嘛？是要先准备卫生纸，是不是？真的假的？没有啦，没有那么夸张啊！是，你知道这可以讲吗？这不可以讲吗？可以啊，随便你啊。几点了？差不多讲。每个人，每个人心中有一把尺。我在那个台，我是自己是不知道。你知道 FB 最近很多奇奇怪怪的那种健康教育台，像其实我看到有一次我老婆就拿给我看，说：“哎，我表哥好奇怪，要点那个什么奇怪直播拿给我看。”对啊，我哎看到好像那种文字，好像泰越南还泰文，泰文吗？他们好像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好奇怪。真的假的？耶！哦，别人跳舞给别人看，可是要教人家怎么律动哦。我觉得舞跳其实也蛮特别的，只是不知道什么衣服都看不太到。真的假的？可是三点都看不到，三点都看不到。要钱吗？免费、啊？不用钱，都是为外国。真的假的？那是外国，那是越南、菲律宾、东南亚很多这种嘛，可是他会遮住嘛，他在游走在法律的边缘，其他 OK 的。但基本上我是不太喜欢东南亚人啊，因为我觉得他讲话有一种腔，坑腔。你亲戚好奇，哎，你在讲话有道理，下次开静音。没有，他开静音又会忘了关视窗，然后被他老婆发现。没有，我看到这个是另外一个，因为你知道。FB 有很多那种叉叉脸，有啊有啊，叉叉脸嘛。哎，你很懂的，然后介绍一些直播，有时候就介绍一些什么好车大联盟，然后就看哎，怎么有点好奇怪，好车大联盟。对，有个女人，哎，台湾人讲中文呢，她也跳舞跳得很好。你确定不是因为她衣服穿的少？我跟你看嘛，其他衣服也穿。不是，我们不是在讲，不，我们就是在讲比赛，为什么讲到这边来了？对啊，还不是一跳的。好啦，那另外一位石油王是说，那个他有被对手，就是因为我们是刚刚金融动提到就是 side by side 嘛，对不对？那石油王是有提到说，他的对手有很注意在看他的摇杆动作这样子，所以还有那个闲情逸致去看。我其实不是闲情逸致，哎，坐旁边打的时候感有些玩家很擅长打旁边感应台。你们讲完了，我再讲，继续啊。哦，再讲。没错，就是因为对手做什么动作，有时候有些招式要放大招局，要转两圈，或是要预转什么东西，我可能就感应到他有在做动作。你是不了解。没关系，你会玩 low 对不对？你记不记得有一年比赛，韩国对台湾转头？对，就这种，就是只是怪别人而已嘛，有什么了不起？你的腰的，你的叶子，对不对？没有空看嘛，不是怪别人，现在在讲转头跟怪别人，现在在讲石油王。你知道你刚刚一讲完，我在转头那个，你就说对，然后叶子这样。把眼翻过去，是吗？要不然比赛韩国不转头，道理一样嘛，可以差很多好不好？因为转头是作弊，好不好？对啊，跟少年足球，你恶魔队可以吃针打药吗？不行嘛。没有，但是他们比赛前的时候，他们教练不就是说你们队的球风，我会替你教过了吗？不是，他不是恶魔队。刚刚说吃针打药，对，他刚刚说吃针打药，但是没有啊，但是他吃针打药那个。我刚刚一听，我刚刚乍听之下想说这句话有什么问题？对，但是他球证、旁证都是他的人啊，所以他可以。又来了，斗你怎么跟我斗？是不是？对，你怎么跟我斗？踢球还是踢人呢？打那么会。好了，那先来看一下两位比赛的影片。That was like the most immediate, obvious solution. 啊，那个挂台湾国旗在我们右手边，那个有获得我们周围赞助。也是老师，也是蓝色那个，但用猜的就是我们中国人。哦，不是啦，被打的是中国人，红色的才打台湾人哦，红色的才是小象，蓝色是那个挪威卢比，对，挪威卢比，因为他很爱熬，因为他很敢熬，他的玩家风格跟我很像。
啊，一起看好了，一起看。这个是大约在64强到32强，没记错的话。然后蓝色的是Finan 非常年轻的选手，21岁的，来自挪威，很挪威的。因为他又有个东西可以猜，他没有中结，搞屁哦！轻中中了又可以又可以熬，至少有东西。好，这边小象其实0-1，落后之后再掉一局哦。哇，这边其实是有机会的。他其实这边是对手拼牌，对。你讲反了，进攻大于防，对，进攻大于防。这游戏进攻大于防太多了。好，逆回的重要力，我真的是非常强。反正冲进去先压你一波再说。The fierce， 因为逆回建立在距离感，那些对手出道差很多。这个，great jump from Fina。The critical arc, but another confirmed getting close. 我想知道那为什么？So that's gonna be it right there. This combo should be able to take it for him. 不是啊，哈哈，是不想被他听到了，不想被旁边的听到声音啊。因为你连按键的时候，坐旁边的其实听得很清楚。这条路其实有机会，但是这个血实在血量差太多了，血量差太多了。随便点起身速点一下就赢啊！这边没接到，直接。哇！好，这个接下来是石油王的比赛画面，这个也是64强到32强。台湾的半到爆，我也不知道在冲鱼干什么。然后他的对手是来自美国的 Tampa Bison。Tampa Bison。那打那么多，但这角落可以，这角落可以啊。我觉得石油王有可能是自己节奏，后面节奏没调整好。这进去我不知道具体的意思，他想要把他把我压昏，他要把他压昏。别的手不压嘛，但是对没有压昏就我们你他没有打昏这种就结果乱。那个时候面板上面两边是不是放反？那个字卡应该是反的。OK 啊，这边。对卡，已经把球都可以打了，都很可以打的，因为可以猛压，然后只能防守，然后恶魔倒转治百病。进去都赢。这场是打到最后一个灯，血量大幅领先。我这也是打到最后一个灯。We added it. Oh, stayed on the side. Once that mix up. Oh, pop. Oh, he's trying to delay that. Oh my goodness, see it? Nice meeting flame right there. Nice comeback. 不是房间吗？怎么有人在玩加油？ Oh no. Get it powered up. Right now.哦，这个好用。哇，这招实在太强了！一叉倒转治百病啊！这招一叉恶魔倒转，这个游戏数一数二强的招式之一。跟那个一叉龙卷风一样的道理，但是那个时候你一定要知道他一定会这样做了。你打收打将军的时候一定会知道了，他中那个自己中他自己要生气。你没有攻击他，对手防守其实很好。裁判掰着防的不错、啊，他的防守功力算不错。这个是对策，这个是对策。我都觉得他这个是对策，好东西。例如这样压，你看这里在强奸，一样的道理啊，就是要找机会强奸。双方都在牵，哪都一样啊。这个对决来说好打一些啊。开队受不了，受不了，开队又进去了，受不了！哇，这个被挡住，哇，这个龙卷风很翻啊，没有逃到什么边。Release me, nice.
而且如果加上这一场耳机坏掉，可能对平常喜欢听游戏声音的玩家是很吃亏的。因为这一场刚好接在一场那个，等一下我们会看到这个 highlight、就是刚好接在美国非常受人注目的一场那个世仇大对决的比赛之后，那因为刚那一场世仇大对决之后呢，可能现场器材有一些动到，所以那个时候比赛是选手是听不到游戏声音的、就是他耳机那个部分是坏掉，现场一定很吵。对，然后因为现场，因为我那这一次的 Final Round 的比赛是举办第二十届，也就是举办第二十年、那是在美国亚特兰大举办，那参加人数约听说是四百多人哦，四百多人算是相当蛮多的。那所以现场一定是玩家很多，所以声音会很吵杂这样子。那不过我就觉得在大家的条件都平等的情况之下，那也不能多说什么了、不能多说什么。那基隆东呢？你觉得两个人的状况是不是都不太好？好像我不太会评啊，但是你说立威的话、失望的话，我是觉得自己太急了吗？因为我之前就有听你讲。自己知道自己很后悔啊，打太急了。他可能是那天尿急想上厕所，然后把他打下去厕所啊。不是这个打那个内容又不是他平常在打的内容，打那个内容就是有点像是对手比他弱，所以他去一直哈妹做那些事情。可是不是这个情况啊。因为其实对手同样都是从六十四强出破上来的。對他其实，在上个出破的时候就打一个春丽就快挂了。对他也是用一样的方式在打，对，要比较急啊，我也不知道急什么。对，可能等一下对，有机会，反正他人已经回来台湾了，有机会等他上节目或者是礼拜三。小强的话，我就觉得没什么好讲的吧，因为同小队觉得输了，我也不知道讲，我也不知道怎么评。你怎么评？我真的不会评啊，因为我觉得这游戏进攻大，毕竟是五代啦，五代。大家讲可能技术含量有时候不是那么重要，其实就是关键的一些地方的抉择没有做好，说上就是关键时刻跟你猜拳。就我这样讲好了，你发现那个以前现在五代的比较高手的，以前四代比较高手的立回著名的玩家，其实在五代 S2 之后其实很惨，他们有什么都在八强里面，他们摸取很惨。对对对，然后你唯一能活的投一斗，我也觉得蛮夸张。啊，讲到投一斗，我们刚好也有准备那个他使用的角色是好鬼。那因为这个角色是今年新出的 DLC 角色，那刚好他就是他的爱用角嘛，又是他的成名角，他当然就是用他了。可是，在出了之后，其实他在游戏内的评价并没有说特别好，这一支角色是没差啊。但是如果因为我看那个，接下来可能会要改动嘛。我们先看影片，先看好鬼的影片。这个很厉害，他之前打完比赛之后，他才被板上惨掉。But then one scoop, and then it's two scoops, and then turn into three scoops. 你应该右边那个角色，你应该看过吧？ Falling him right now. Oh, here we go. Start. EX SPD. Yes. He has the mix up. 会，谁会啦？你觉得他是你的菜吗？ Okay, get away. 他让我想到吃菠萝面。You too close, man. You too close. 他那个调的面菠萝包。All right, I was about to say, is that a 菠萝包红红梅？冰火菠萝油。红红梅啊！红红梅啊！Patience, yeah. 这个对决同 manga 的时候是谁赢？板桑赢，而且是赢得蛮7-1，我记得。就是大家都想说这对决好鬼要怎么打、啊，血量差太多，手脚长度差太多，认错率一个超高一个破低。但是 Tokido 这次打法很聪明，他就是主动进攻了。他就是主动进攻到。老张自己想办法慢慢扣过来。Oh, he was so far away that he was able to jump and he gets the crowd out against the wall yet. 我没记错，他是2-0获胜。你知道？对，这个情况。Oh, savage! 然后好鬼只要摸到上级的分寸，很难。你看他这个能力有多强，很厉害，是很厉害，没话讲。But one of his weaknesses I've always felt is that he's not great at anti-air. He gets caught in the ground game a lot. 哦，变衰，这边要管。No, right there. Yeah.那小葵，如果上届也是跟好鬼两个要选一座，你选哪一个？菠萝包吧，对不对？随便选一个，然后外遇。我都可以选好鬼，然后跟桑姐夫外遇。屁呀、啊！随便选一个大胆外遇。劝你是比较小看我们桑姐夫，那可是我们业界一哥啊！真的吗？你喜欢闷抛的啊？看你应该哦，那我知道，等下选台系发明。Wow, you're getting sucked. Keep your hands to yourself, please. Wow, the gap.
他们这个已经是到八强了嘛，对不对？啊，对，八强是八强，对，八强第一场。所以板上在这一站出局，对，他们这个是败，两个都败不出来。其实这个真的很可怜，在讲话他们受虐了。会打到什么程度呢？我可以相信，一定拿不到冠军。好了，不要这样，他要投给斗，很难，太难了。而且每次都会改版，不知道改版会发生什么事。至少下一个改版他也好办法去。解封一点点，信心。老外超嗨。一千跟一零二五可能，这对决真的是，我就跟 Kenny 打，我跟 Kenny 打是不一样，手不保。So fast， 他不是二比零。What happened? So scary. Oh, he spent one of them too. That's such a key for him. Okay, there we go. Anti-air from Tokido. Like I said, I feel like that's the key to the battle. 他这样过去摔起来很大，因为老张有气，他刚刚打到一次，可能就喷掉。He did it. Do it. I appreciate that. Can I just sit there and be a human being? You gotta take risks. You got him so far reach.Thank you, season two. He's walking him down, James. What is Tokido gonna do? Yeah, Tokido's got a challenge. This is how he won those. Oh my god, don't throw fireballs. Every time. Oh, good stuff. Demon flipped him. Like a rat doll. Oh, watch out for the flex. Oh my god.他打到板上居然来不及对抗，他直接throws him right out of the lariat and then throws him again。这个超好的，我看上次板上就赶紧皮，但这场节奏很快，他刻意把他打快，故意的，就是不让他有一个，不然因为这个节奏掉到了这个对决，因为就以前四代了解，就是以前四代好鬼打老桑的时候，就是保持在一个距离一直按嘛，对。可是到五代已经不能这样，不能这样做，因为。我记得同漫画联赛的时候 ，Tokido 是这样试着这样打，然后输得很惨。对，输得很惨，嗯、所以他拿四代的节奏去打、啊。其实应该是不太一样，只是五代好鬼毕竟没有四代那么强，嗯，还弱蛮多的。对，而且他手脚变很短，然后血一样很少，然后老三或是这版几乎是大家平数一数二强。可是就以好鬼跟老桑的手脚长度，应该是老桑还蛮强的吧？老桑很强，那居然他可以打成这样，可以，所以他就是在那种很近、很表面的距离一直去点他，就拼啊，投一投。那这种风险很大了。对，这应该说这不会是日本选手想要打的方式，可是这个对决逼得他不得不冒这样子的风险去打，结果是打赢的。哦，那之所以会特别拉这一场出来跟大家介绍，就是因为投一投的好鬼就是一直让大家觉得。是很棒的一个代表作，这样子。那希望大家今天我们其实因为刚好这三天赛事都是我做中文转播，那我看到这一场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感动啊，就是哇，他可以用自己代表自己的角色，然后打到这么前面这样子，我也是觉得很不错，所以特别拿出来讲。那其实呢，我们这一次的总冠军赛最后，要说意外嘛，也还好，就是最后是由贤来对上福斗，一位是来自新加坡的。EBO 冠军哦，那福斗是来自日本的 EBO 冠军。我们来看下影片。As soon as Sien got out of the corner with that command jump, yes, 英文斗阵的特工吗？有。那你要看他像不像一个角色？你说是福斗还是？都不是，一个玩家。玩家。哦。The last second， 会害到玩家吗？会，应该会有。要害到了，可是不知道他会剪。我觉得会不会剪掉？哦，哎，你 got it。好、哦，这边要注意看了啊、哦！这个套路，看什么？这是弹而已，这完全看不到哎、欸。他的跑的时间超好的，一档拦掉。他一定要在线的时候，甚至有对策，你有你有。其实你玩一寸就知道。Finally, I did say that earlier. Every time he crosses the line, I'm coming through the command zone. Clip, but I'm trying to walk back in. 一档完就跳，看不到前面人。那个秀是什么？对，是。The jumping, wow, ended up on the other side. Are you serious? 哦，万一淹没他是 dash， 然后刚好跳起来。One more hit， 炸完之后你再跳，一定跳起来了。Oh, that's gonna do it again. 炸，他想要变，他其实打一直很久，那个变都是自己的。He's trying to keep this pressure good. But you know what? He wants to. 除非你要变那个去看，人家看得到。Wow,
哇，谁很厉害？他很久没出来比赛，对啊，一出来开了，一出来就拿偷天偷天的角色，对啊，而且他这次用到底没换角色，嗯，因为啊，这次比赛他有说，他就之前有讲，他就是要用这支，他这今年的比赛就是目的是要赢。有人就抗议啊，鞋你怎么可以用 S 脚打比赛？Oh no! Oh no! 这个才是。Is he gonna? Yeah, he's gonna spend that cash. 一杀标签丢，然后一杀雷打。What's that match? 不是这个，不是那个。对，像小鬼加周杰伦。小鬼加周杰伦。Pretty much all of them. 我们就叫他新加坡杰伦。对，我们都叫他新加坡杰伦。刚好两位都是雷蛇职业选手。我们节目的大干爹。Yep, he's adding it. So now, Sienna's like,指令头几乎都会中哎，很强。Oh, where you going? Where you going?That was a layer anyway. He always does that. Yeah. Trying to get out the corner, but Sienna holds up there, unfortunately.Okay, okay. 很过分，什么新加坡东尼大木子？哦，you cannot hit, but you cannot see. 没变啊，没变啊。但是这种反应怎么可能会上下跳？一定是被那个烟幕影。Oh, but he's just gonna eat a jump and run like that. Wake up, buttons. I don't believe you, Fudo. Oh, good Judy. Wow. I don't like your left right mix up. I'm just gonna command throw you just like.What a ferocious lead to a top of the back dash. Wow, Fudo's on one right now. Yikes! Hold on! James, this could be it! Oh, it's gonna get hit with the jet. So smart, Fudo! Slow down that mix up so you have some time to escape. Oh, he's blocked it! He's blocked it! Not quite enough to kill him. Oh! And Sienna! It's your final round 20! Champion here!Takes the first premiere to Yan Xian. 看不到小美，可惜了。哦，我回家自己搜好了。回家看重播，加入 YouTube。哎，然后这两位一位日本来，一位来自新加坡，最后拿下了美国 Final Round 的冠亚军哦，那就是恭喜贤。那 Human Bang 呢？这一位选手就是我们香港的嘉妮，他有特别说。其实这一场比赛贤只有用出他一半的 set。嗯嗯，对啊，只使出五成功力的概念嘛。因为我看过其他的、啊。这么厉害，我觉得以他这种开发王哦，那个刚拿冠军那个选手，他很厉害，是他会开发一些自己开发独特的套路，嗯，对，然后他可能还没全部拿出来就拿冠军，对，就是他还没把他的压箱宝拿出来就冠军，搞不好他全拿出来亚军啊，因为另外一半套比较没那么好用，比较实用的拿出来就是实在，太太讲话很实在，还有两位那个季永东跟 Tommy 应该有大概把 Final Round 稍微看过一下，那。有没有觉得这一次的表现让你觉得很精彩的？啊，就是你看了这些这样子，我们刚比赛这样一轮这样看一下，比较印象。那个这个比赛之前，就是群主都问要不要压几个泡面、几个便当，我是两个人在选，然后我很想要冠亚这样压，可不行吗？我选第一个，我选拿厚度。哦，第二个我选咸，好烦恼哦，好烦恼。四百个人在打，我就赌这两个，结果后来就。他们两个打到后面啊，前三名啊，对啊，那个都是第三名啊，嗯，对啊，所以就是你觉得比赛结果没有跟你预期的脱离太远这样子，就不是那高度就是钱，嗯嗯嗯，你那时候不是说亚军会是石油王，哦，是亚军石油王，对啊，亚军石油王冠军那高度，哦，然后打到六四强的时候，哦，冠军那高度，亚军险，我原本是这样想，啊啊啊，对对对，反正就是两个要交替啊，那 Tommy 呢？我其实就刚刚那个冠军对决，因为其实他们在打生物冠军赛的时候，我记得原本是富斗，他2-0领先，原本要赢了，就後來被倒杆三场，被倒杆，然后打到他去败部，嗯嗯嗯，对，那就是，然后他居然用米卡还可以打赢 Nako 杜，对，这是重点，因为米卡这个角色，在 S 2被砍得蛮严重的，在 Season 2被打得蛮严重的，那就是因为上一季太过于强势嘛。那 Ibuki 是这一季比较稍微有强化这样子，那刚好这样子的对决可以让大家看到说，其实驾驶员还是可以决定一些东西。没有啦，那你要看那角色性质本人能力强不强、啊。我每次这样讲的时候，他都要打我脸。我就说啊，富斗，你看富斗他玩的玩米卡完成那样子，可是那你就要玩方啊。
大概就是这种感觉。你就要去玩内需啊，差不多就。不过一吹很强，你可以回来玩。好，现在就是有空的时候，有机会来摸一下。今天就有机会啊，我们今天节目后半段真的假的，要跟小葵一起玩。好，你要负责教人家一步棋啊？你会一吹吗？是？对啊，我跟你讲哦，教你。没关系，没关系。不是，我跟你讲，你要是这一趴洛克王看到盲冲过来一吹，我会，我教啊。对，我觉得他会，我也觉得他会。这让我想到之前叶子有没有要玩一吹啊？真的吗？然后阿胖不是说一吹一吹，我会一吹，我来教。有吗？他有教你吗？好像有，有教一些，可是因为太难。对，那个四代的一吹是蛮复杂的。哦，对对对，四代比较麻烦。对啊，然后那这一次比赛，官方其实过几天都会再出一个 top five moment， 就是五大精彩好球，我们来看一下。哦，这个有点扯的反应，抓后后啊，对，延迟摔，延迟指令，然后再来过去普通摔、空摔。反上真的很给然，啊，就是赌人家因为他是正面，赌人家因为死的不要他，我反上笑超开心。他妈要么就是直接先转去等你，反正他就是等一下的。反正是那也要确认。其实你先点他一定会被你打，你懂啊？反正他关键他一定会挡的，他因为他其实完全是靠那加了，就只是在做别的事了。又是板伤，哦，这个厉害，这个厉害，我这是变苦主了。哇，胸中脚王在地面居然可以接后中球，这有点扯。哇，扯是那个差额啊。我看他穿 Ecofast 的制服，好不习惯。啊，这个是胜负冠军。到达不到达，我已经没有在，这就算没有在打，是跟打排球一样的，就不用打排球，那已经踩四个九放后面，就是刚用这套路而已。不，这个没办法，那个要拆的，那打背，那个标是打背，那个要拆的。哎，这个像不像那个豆盾？小美啊，他比较像哈利波特吧？我觉得不像，他是比较像哈利波特，都不像。日本哈利波特啊，怎么样？小美跟你像陈意涵差不多像的啊？那这真的有点太夸张，他过誉了，太过誉了，过誉。啊，这个就是刚才的冠军赛。It's your final round 20. Champion here takes the first premier to yes, yes. Cosplay 在后面站了三天。He got here today. 东方的角色，他不是有一天穿那个粉红色的学生服？对啊，对啊。重点是他难。不意外。然后他一定要站在直播镜头的后面，真的是。好，第一个很关键啊，一定要看一下。这个不用看内容，这个要看结局。然后你看后面的呛虾，后面的表情，后面的表情。你干嘛？啊，这个一定要稍微提一下，为什么刚才那个黑人选手 Kboy 的会对？那个他打一个 walk form 做这个挑衅的动作，因为稍微简单介绍一下这两位选手 ，Kboy 是 EG 职业战队的职业选手，就刚才那个老黑哦，穿着蓝色衣服的那一个，骑在人家腿上那个，就长得像那个哈登，哈登大胡子 ，NBA 哈登胡子大，火箭队哈登。好，另外一位 walk form 呢是曾经有用拉拉这个角色在美国的线上排名占据第一名的拉拉玩家，就是刚刚被骑的那一位，哎对，然后呢，他们最后为什么会做这个挑衅动作？其实是有前因后果的，上一集的关系，对，就是之前他们在一次比赛之中遇到了，那刚才那个拉拉玩家就是被骑那个，他有对他做一种挑衅动作，曾经骑过他，没有，为什么一定要用骑的呢？他说的，你刚看到下集，现在看上集，先看上集，对。啊，一样啊，一样，两个对决。Kboy 的用欠咪，然后刚刚赢的那个是左边的，被骑的绿色兵啊，啊，绿色兵，对不对？Disrespect, life is here, get off, be gone.
哎、欸，其实我觉得他们虽然是那种美国黑人，但是身为职业选手还蛮有风度的。我觉得台湾恰恰可能椅子都丢过去了。我也是过去啊，我也是叫上次 Yolo 被我打爆，我也是呼，我也是许他牙。那是熟人啊 ，Yolo 都冲过去要拿椅子。熟人，我很久以前有一个比赛，你不知道哪一个比赛？在那个不熟的你也这样子？那个你说那个 EBO 预选吗？对，然后是在三创。第一届的 Eric 的那个啊，对啊，对啊，就 EVO 预选嘛。然后我是用内许记的吗？对啊。然后我比赛很多奇奇怪怪的人嘛，对啊。最后面我 CA 结尾啊，我们对战台嘛，对不对？我 CA 我看到血已经死嘛 ，CA 结尾，然后不是画面会变黑，我就默默的从两个掉头，往后面去，然后画面台不是 CA 出来，我就猜到说，对，他是超靠北的。那个时候我也在现场，然后那个人不认识我，我那个我也在现场，然后他明明就不认识人家，他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现在我在旁边，他就说，我完了，我爸被洗头，有白痴的。好了，那个后来其实就是有很多衍生出来，就是其实哈鲁也有准备那个哈鲁。你是不是有准备那个侧拍影片？就刚才那个，我们有导播那边有准备吗？其实刚刚那个从背面看不太出来哈。有啦，好，我们看一下。欸、你看他很有风度，他给他拍手哎、欸。输了还不拍手，输了干嘛？一张枪就还拍手哎、欸，气死了。哈哈哈哈哈！那个风流哥。笑死我！我觉得那个应该才是重点。你说最后那个，最后那一位选手也是，我真的想知道他讲什么，知道？我想知道 Kevin Ray 讲什么，我好想知道啊。可他有讲话吗？有啊，一直在那边，他就是这样子啊，你看嘛，应该就是讲一些垃圾话，你知道黑人就是讲这些话。那小葵会看过，因为你之前也有播过比赛吗？还是专当活动主持人？没有，我只是主持而已。对，活动主持人，你有在看过比赛现场看过类似的情况吗？会有吗？台湾应该比较不会吧。之前有一次是在 Four Gamers 楼上，那个是什么？ Four Gamers 办的十楼的那个是快打斗魂吗？斗魂啊！那一次现场我有看，可是没有人打起来啊，只是现场太多人，很闷很热而已。哦，就九宝跟 Missy 他们那一次，就我们四代最后一次的比赛，就四代最后一次没有打，没有打，没有，因为那天是日本玩家很多人来，所以不可能中日大战啊。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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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到最后都日本人赢这样子，比较可惜啦哈。啊，那总而言之呢，其实我们就是其实如果大家有看那个我们之前麦卡贝超级联赛的时候，也是有不少这个画面啊。就我后来想起来，你们看 SARS 赢了也是在那边，赢了 SARS，SARS 赢了谁啊 ？YOLO 对不对？之类的吧，好像是 YOLO 的吧？啊，有赢淡水是不是？哦，然后就他也是赢了，也是很开心在那边秀这样子。好了，那总而言之呢，我们今年的赛事终于总算国际赛的部分，第一场白金，哎、欸，第一场白金。虽然说台湾玩家的成绩不尽人意啊，但是因为刚开始而已，我们赛季会持续到今年的十二月结束，所以说还有很长一段路。希望观众继续给我们的台湾玩家支持啦，好不好？因为在此同时呢，其实哎，今年卡杯奖金也一样吗？奖金是超过60万美金，哎、欸，他是这样写啊，但是不知道是总额还是多少这样子，哎、欸，他是说总额60万美金，总额60万，他妈一个人60万，鬼扯淡哦，1800多万，啊对啊对啊，去年冠军600万台币嘛，就对，对，现在知道为什么他们出生入死要为了什么，就是为了那一年的600万，哎、欸，反正拿到冠军就可以，至少就可以换车了，这样子是不是？可以换车了，台北就可以买间厕所。你在做房仲，你很懂，差不多。好，那总而言之呢，我们今天这一趴就差不多到这边，因为我们其实在这一个时间点，从昨天开始半夜一点，小象跟 RB 还有一个比赛哦，在美国德州，他们那个是好像是当地的一个活动叫 SXSW。那从昨天开始，那不是六探的账号。不是啊，六探是 Six One， 好是啊，有点像，有点像 SIX。对对对，然后这个比赛从昨天开始，虽然说这个没有在，不是官方办的比赛，没有积分，对，但是奖金也不错，我记得是20000块美金，20000美，哎，20000美金。那有邀请总共32位选手，16位还是32位？啊，16位选手去参加，那刚好小象跟 RB 都有受邀。那目前两位的战绩，小象是2胜2败，然后 RB 是1胜3败。那两位要想办法出到进前8强的话，势必今天晚上，也就是稍后深夜一点的时候呢，
比赛势必两个人都要打赢，对，就是接下来比赛几乎都要打赢了。但是我记得第一场就阿 B 对小象赢，没有，两个不同组，不同组，对，刚好两个不会遇到是，不会遇到，他们两个一定要出前八才会遇到，不同组，对，那阿 B 昨天的状况，我个人是觉得他状况没有特别好，没有，他状况已经很好，我觉得他状况不错啊，真的吗？真的。我看起来他状况不错、哦，可是他打 champ 的时候是真的没办法了嘛？你说塔尔西吗？对啊，打那个阿三，可是他打得也很好吧？你把那阿三当废物是不是？你是把那边的当马吉是不是？我是觉得他打那个 Punk 应该要拿下来，有点可惜啊。我觉得 Punk 是真的蛮强，蛮强。但我觉得他实力应该，我起来之后没看不到，我起来之后看到他打塔尔西，我确定他没有打很差，但我也确定我也觉得他没有打很差，但我也跟你确定对方也打得很好啊，对啊，对方也打得很好，每个都跟他都跟你打最后一分最后一秒，他也不急，他就慢慢跟你打，他也很挡的，就是什么招他都很认命，该跟你摔跟你摔，不死都不跟你扛，就是他也会做一些分散风险的事情，但我觉得他守得很好，一打那个抢三下来吧，阿 B 其实放不到几次的，对啊，放不到，而且是都只能防御的中锋在防，他明摆着跟你摔了，很多情况都人家挡得很好，那没话讲啊，哦，所以就是对手实力也不差的，不差是，他上次也是把摩奇打死啊，打摩奇打死另外一个阿三啊，是这个阿三是吗？打到剩最后一秒他赢吧。我觉得那个是另外一个啦，那是另外一个叫傻病的，不是说傻病的那个。有一场是他跟某某曲打，然后他好像是他赢某某曲是要靠白血赢的啊，他是某某曲剩一点点血，他是几乎是也他也剩一点点血，可是那白血他亮的那个白血比某某曲某某曲的血比较多啦，但他按那个白血把他按到某某曲没有了，时间一起到，然后我觉得是他赢。有人讲是傻病哎，傻病吗？傻病啊！我靠妈的，那是完。外国人长差不多嘛，你少在那边每次都这样子，哎，不一样。外国你林赛罗韩跟那个什么，一个好像是波多那个，我觉得长差不多。一个应该是印度籍的，一个应该是菲律宾籍的。Filipino Champ 应该是菲律宾，比较他应该是菲律宾籍，我猜。然后不知道啊 ，Sabin 应该是印度籍。我不知道，就像你这个问题，你这个问题就像是那个什么刚一样啊，妙丽跟那个。跟那个我都也认不太出来嘛，林赛罗韩，你看林赛罗韩跟妙丽我认不太出来，明明差很多，那差很多，都辣妹哪里有差？那陈意涵跟桂纶镁你分得出来吗？你应该说陈意涵，但我陈意涵跟小葵我分不出来。有这有，我有时候自己也蛮分不出来，有时候照镜子就想说，哎，陈意涵怎么在这里一样？对，有难度。吓到了，越讲越狂，真的。他回家说他妈还说，哎呦，怎么有明星来我家？啊，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比赛其实就是三月蛮多的，那四月也会很多，就请大家继续对我们的选手支持啦。晚上一点的时候呢，也请大家一起来 看比赛，来看比赛，希望两位都可以进八强啊，好不好？那我们接下来要广告休息五分钟，五分钟之后回来呢，我们会就是我们上礼拜也有进行的练舞赛事要继续啦。我们今天也有请到非常高厉害的高手来哦，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玩游戏是一种态度，如何玩出不一样的生活意义，在于与同伴之间的互动，尊重、包容、友善，拒绝谩骂与人身攻击，与人建立良好关系。